咩话？你哋问点样先唔会再有棘住第一条蛋卷拎唔到出嚟嘅问题出现？好简单啫，首先我哋拎起盒蛋卷，然后起势咁熬，好似赌神熬骰仔咁样，熬散晒粒骰仔，一样啊，将啲蛋卷熬成蛋蛋。咁入边就冇任何一条蛋卷出现，咁就唔存在棘住第一条蛋卷嘅问题啦，系咪？然后再用匙羹食，搞掂，圆满解决。呢家系 Sorry Cow， 嚟紧好快到农历新年啦，唔知道大家最期待农历新年啲乜嘢？利是钱，同成班亲戚一齐食大餐，定抑话系贺年礼盒啊？嗱，讲到贺年礼盒，相信大家都食过最传统，即系冇独立包装嗰啲蛋卷啦。咁我最近先发现咧，原来呢种蛋卷咧系一直困扰住一部分嘅人噶，因为佢哋咧一直都有个千古难题咧系未解决嘅，咁就系讲紧到底点样先可以完整无缺咁样拎第一条蛋卷出嚟。咁啊，呢个千古难题咧系无论喺论坛啦，定系呢个蛋卷关注组入边咧都有人讨论噶。咁而至于点样拎第一条出嚟咧，最近 search 有条片咧系有讲到点做，但系佢个示范咧。因为佢的空间咧系足够可以放多层上去咧，就都几肯定唔系第一条。依家系讲紧第一条点样完整无缺力啊！如果你第二层嘅第一条有几难啦、啊，系咪先？所以咧个问题一直都未解决。解决咗就系咁。未解决。解决咗。未解决。而至于点解第一条咁难拎咧，其实系有啲原因嘅，因为就好似做人一样，凡事都有第一次，第一次系痛啲，系辛苦啲噶啦。愿你儿女尽死。奉献出第一次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废话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我系解决呢个问题嘅，咁所以咧我就买咗两款蛋卷，咁啊嚟做示范。咁啊，为咗方便做示范咧，咁我就转一转镜头嘅角度。好，而家应该清楚咁样影到嘅。咁咧就并唔系想卖广告，我真系礼手就买两罐嘅啫。咁啊，为咗方便做示范。好，咁啊，先嚟开呢罐先。咁咧，其实咧，好坦白讲，我自己系冇研究过点样可以完好无缺攞第一条嘅。咁啊，但系咧，既然咁多朋友想知咧，咁我就唯有，其实我都未咁快买贺年礼盒住嘅，但系都忍唔住买先，因为我都好奇啊，到底系咪真系咁难咧？我真系冇思考过呢个问题喎。好。应该清楚嘛？好，嗱，正常应该系唔会放到，系咯，啱啦，唔会放，诶，佢有空间噶咯，咁应该唔难啦。咁啊，呢盒咧就好好咁样解释到，其实一般嘅蛋卷咧，都应该系人手放入去嘅，系啦。咁而至于呢条，诶，有几难啫？完咗咯，好就系咁简单啦。今次条片嚟到呢度。嗱，呢罐本身呢条咁啱系短啲，系啊，嗱呢条长啲嘅，呢条如果就咁攞上嚟咧，系棘住嘅。咁但系呢条系可以好轻松，咁我谂呢条应该本身都系埋尾噶啦。喺开呢盒之前咧，就尝试下我嘅谂法先。诶 ，OK 个应该，个开口喺度，好。哎，掂啦，就系要呢个啦，我就系想要呢一只啦，哎，期待个画面啊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密密麻麻嘅，嗱呢个就未开过啦，完好无缺，咁啊 ，suppose 要攞第一条咧，系会棘住嘅，冇错，系会棘住嘅，哎，咁其实都唔系好难啫，呢个呢条系咪唔够长啊？唔系，都长长地嘅，哎，但系真系中间呢条短啲嘅。嗰盒嘅中間嗰條咧，有一條係短啲，呢盒都係嘅。我唔知影唔影到俾大家睇咧。咁樣啦，咁樣係咪易睇啲？有啲難睇。咁樣睇唔睇到啊？呢條短啲嘅，我極懷疑最尾先至係放呢條入去嘅，因為呢條應該係好容易攞出嚟嘅。係咯，完整無缺嘅，攞到嘅好輕鬆喎，冇爛喎。唔需要特登整烂佢或者点喎。如头先所讲，如果有啲本身好短，又或者有足够空间攞，我当然唔使烦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，有啲真系好难攞噶。咁我头先就已经大概 damn 咗一次啦，就系将因为佢本身
周圍冇威吞嘅啦嘛。咁其實咧係可以試下將隔離嗰啲咧就推埋一邊先，係啦，推埋一邊先，推埋一邊，咁樣推，跟住咧，因為其實佢呢個上面咧係擺唔到一條嘅，所以唔可以搭上去嘅，只能夠係褪上去，好似擺嗰個叮當嗰個水管咁樣嚇。係啊，哆啦 A 夢啊，暴露年紀添。係啊，哆啦 A 夢嗰個水管咁樣搭嘅，咁啊搭到咁上下咧，就應該有足夠嘅空間俾你斜上嚟噶啦。呢條係咪都短啲嘅？唔係，我呢條夠長嘅喎。係啊，咁樣斜上嚟。好，咁啊，可能我轉個角度俾大家睇多次啊。其實我哋只需要由尾嗰條開始。推上呢度，大家会见到咧，因为上面呢个空间系唔够摆到一条嘅，只能够系好似搭水管咁样搭嘅啫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就咁样褪入嚟，呢条就摆顶，呢条摆底，咁呢条应该就已经够空间噶啦，相信系啦，去到呢一条就够空间噶啦，咁就可以咁样对角咁攞出嚟，咁就攞到啦，就可以完整咁攞到第一条。咁之后攞第一条之后咧，相信第二条就唔使咁多啦。咁然之后有人问点解蛋卷嘅盒要咁样设计啦？咁其实大家会见到咧，好多嘅铁盒，唔单止系蛋卷嘅，可能咧西奇啦、曲奇啊之类咧，都系会有咁样嘅，唔一定系正方形嘅，可能系一啲唔同形状。咁但系最中间咧，嗰、那个攞嚟密封嘅嗰个铁盖咧，都系圆形嘅。一来呢种铁盖咧。圓形的關係就不用怕突然間某些角會插咗落去，所以就可以很放心俾力咁樣壓，俾力咁壓之後咧，咁就可以壓得好實，壓得夠實咧就可以好好咁保存啦。同埋點解要設計咁樣令啲蛋卷咁難拎嘅原因就係、是、越難拎即係越難跌出嚟啦，因為你屋企嘅寵物可能好多手整跌你屋企嘅所有嘢，有見及此。你個蛋卷就算開咗蓋冇閂埋，你嘅寵物多手多腳整跌佢，都唔使驚啲蛋卷跌曬出嚟啊嘛，係咪好貼心呢？就係咁樣啦，今條片嚟到呢度啦，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係好執著第一條要完整攞嘅朋友仔啦，咁啊依家就有個好好嘅方法可以試玩到啦，拜拜。到底係點樣將啲蛋卷放入個鐵罐度呢？哦，方法好簡單啫，就係趁啲蛋卷仲細嘅時候放入去咯，就好似培養皿咁樣喺入邊等佢自己變大咯，咁啊變大嘅時候就係大家食嘅時候個樣啦。好，今日用另一個角度嚟睇翻啊，兩個唔同牌子嘅蛋卷嘅第一層，嗱、这、呢個好明顯啦，擺唔到上去嘅啦，冇空間擺上去嘅啦。嗱、这個睇落好似有啊，但其實都係頂住嘅，見唔見到頂住咗嘅？咁所以咧，嗰條片咧應該真係唔係第一層嘅。不過 anyway 啦，咁佢都有提供到一個係實用嘅方法嘅，只不過示範就唔係好有說服力咯。